大陆方面所主办的例行的海峡论坛，是准备麻烦曾永权副主席兼秘书长代表本党去出席，但是因为他是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是必须要列管，要得到总统府的同意，但是据说总统府没有同意，所以我们当然要考虑啊，再安排其他适当的人选。对吗？连胜文说目前还没有计划帮丁守中站台，会不会担心连家跟丁家的心结未了？难免哈，难免，人情之常嘛。我觉得多跑几趟吧，让诚意可以感动人啊，诚心诚意啊，去拜托胜文啊。胜文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党的年轻一辈的人才啊，我觉得他将来帮丁守中帮忙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啦啊。我做党这个工作哈，本来这个就是我的任务嘛，本来就是，是谢谢啦，谢谢。